你哋喺度，你就你都喺度啊，系咪先？喂，你哋都喺度，喂，读书啦，边个帮我？观塘公众码头星期一夜晚有人破坏露宿者的聚居处，并且将他们的东西丢了入海。你几多个啊？三个，三个，五米三个上海嘛。香港社区组织协会星期二下午五点几带埋嘢食、被铺等等嚟到现场派物资俾露宿者。即系琴晚发生咁嘅事咧，我哋觉得系向弱势开刀咧，呢个系绝对不公义啊！因为佢根本就喺街嗰度，喺公共地方无奈地露宿。咁如果你系抌佢嘅，抌咗落海，其实佢用唔翻啊！譬如冬天，如果系被铺、衫裤、床褥，其实抌湿咗就用唔翻啦。吴伟东话：现时全港有近1582个无家者，比起2014年审计报告高咗一倍。但系全港宿位净系得228个。香港而家冇政策保护到佢哋，促请港府尽快设立无家者政策，保障露宿者嘅权利，同埋增加免费宿舍，以解燃眉之急。